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和请我喝杯咖啡啦。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 我们今天会认识一下四季的中英文名称和不同季节的特征和相关词语。准备好没？我们现在开始啦。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季节是春天。春天 Spring。在这个季节，我们都会见到很多很漂亮的花朵，又会见到蝴蝶、蜜蜂、彩花蜜。在香港这个时候都会举行花卉展，小朋友看看花开得多灿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词语，花朵，花朵。而在春天除了会有雨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和暖的。我们一起读一次这个句子，春天天气和暖，春天天气和暖。小朋友读得非常好、哦、去到这个季节，我们看到很大的太阳、哦、这个季节就是夏天。夏天 Summer， Summer。 在夏天我们常做的活动就是去沙滩或者泳池那里游泳，真的很舒畅的。在一个咁炎热嘅天气，我哋真系好想食多啲冻嘢啊！小朋友，你睇下，有雪糕、雪条，仲有冻饮添啊！不过我哋记住适可而止，唔可以食咁多、哦。夏天嘅气温大部分时间都非常之高，我哋一齐读一次呢句句子啊！夏天天气炎热，夏天天气炎热，小朋友读得非常好、哦。来到这个季节，我们都见到树上的树叶都变成啡色，开始慢慢枯萎跌落。这个季节就叫做秋天。秋天 Autumn。 来到秋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就是中秋节。在这个节日我们会吃月饼，也都会玩灯笼，真的很开心的。来到秋天的气温会开始下降，所以天气会变得凉快。我们一起读一次这个句子，秋天天气凉快，秋天天气凉快。小朋友读得非常好、哦、来到最后一个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冬天。冬天 Winter， Winter。在香港的冬天我们就不会见到雪，但在外国的一些地方冬天都是会落雪的。来到冬天有一个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圣诞节虽然在香港我们看不到雪，没有白色圣诞，但我们都会见到有圣诞树和圣诞灯饰，都一样那么开心的。冬天的气温大部分时间都非常之低，我们都要穿多几件衣服去保暖。我们一起读一次这个句子，冬天天气寒冷，冬天天气寒冷。小朋友都读得非常好，我们一起重温一下四季的中英文名称。四季包括春天，春天 Spring。夏天，夏天 ，summer， summer。秋天，秋天 ，autumn， autumn。冬天，冬天 ，winter， winter。小朋友今日都好努力、哦，学咗好多关于四季嘅知识。小朋友有时间都可以看埋 Casper 妈妈 channel 入边嘅其他影片，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各位小朋友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啊！等 Casper 妈妈俾个手指公你先 ，very good！ 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